时间是3:40。哦，很多工作啊，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又去超市买，那很正常。嗯，你现在是在这样？我对不起，我流眼油。太早哦，现在凌晨3:40。为什么？因为你想哦，一般的传统市场可能差不多是7-8点就开了。嗯，那他们去哪边买东西？批发市场。对，我们其实已经在云林这边已经拍过，嗯，他们怎么样去选东西，怎么样运上来在这边。刚刚沿路上，因为我们现在碰到面，他刚刚在福利社门口。哦，我们是从停车场上来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说，哦，哇，3.81公里。所以这边有些人是刚刚把东西放下来，他可能刚从云林上来，没有错，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当你在开心悠哉的买东西的时候，这些人在干什么？没错，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早，好不好？找一个郭老板，郭老板，请问人海茫茫，我们要怎么早起啊？他两个约在这边。嗨，大家下午好。真的，我郭老板嘛哈，没有巧，我都我在找你，怎么巧？很久，对不对？你是早上这个时间都来买菜？哎，对对，对不对？然后买到你的摊子上面开始卖，哎，对，对不对？每天今天算晚还是早？有一天晚，所以我们就是现在陪着郭老板，然后把东西买完之后就陪到他的档子上面。档子菜档，档子。OK， 好。对啊，把菜就可以进去买了啊。好，对，来，出发，我们就走了哈。好，上镜头。环南市场是台北市知名的蔬菜批发中心，一个超过40年历史的传统市场，一共有1300多个摊位，贩售的项目包罗万象，有蔬菜、渔产、家禽跟杂货等等。2019年环南市场改建，这次啊就跟着郭老板在中继市场里采买。哎，我说郭老板，你可以走慢一点嘛，我们快跟不上了。六，好，谢谢。好，谢谢。这是你做了什么？我买了那个他的玉米须，那个东西。玉米笋哦。哎，对对，先赖好了，不然会太慢。你点好啊，对吧？哎，对对对对，还要帮我处理好。玉米笋加水呢？啊，对啊。你要帮我处理好，漂亮。啊，水呢？不用拎哦，不用拎啊，他会帮我送到车啊。哦，停车场在5楼。你们都是这样叫，然后他们就是这样一起运送。对对对，除非特殊的东西我才会自己挑，比较特殊的，或是老板比较皮的，我就自己。所以你爱先下水才袂冷的对吧？没有，他有跟我预定。哦，我就会准备他的货。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露出一截这样？对呀，你卖相才好看，那不然你又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我觉得郭老板比较赶时间哦。啊，对啊，对，因为他刚走那么快，我们不要拖他。好，我们停一下。看这边要买，这边没有人啊，这边买什么？哦，这边。蒜苔，你看到都没有？蒜苔刚回来。在哪边？蒜苔刚回来。蒜苔是这个季节特有的。哦哦哦。蒜苗的那个心呐。对啊。因为他是每天，就是礼拜一休市，他们有卖之外，其他他们都会来这边，对，所以说每一个都有你固定配合的厂商，就好比说我们在开餐厅的时候，我们会固定去哪个市场，一进去有没有？比如说卖鱼，我们过去这样看了一下，这样，对，然后他就会从下面拿出来给你，你看，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看他这个，他就是鬼祟，但是知道了，他就是知道他知道你在干嘛，对不对？你就给你贴了。好，我改贴啊，他会总共会到最后会算钱，我再算钱，我再来跟他结账去。啊，陶哥，你好一劲哦。对啊，对啊。哎，太傲气了。没有。你觉得啊？嗯。如果说我要想说，我们今天既然都来了，对不对？我顺便如果想买菜的话，嗯。你觉得我跟他们买，没有跟郭老板买，郭老板会不会生气？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哎。对不对？因为我看他就是漂亮。我今天。想说要来市场，我还自己带了袋子，想说回家还可以煮饭，煮饭也没有不好。你煮饭，这泡面加进去吧。冬笋就麻烦你了。好好，等一下我来。你刚才蒜苔已经碎了，蒜很漂亮啊，真的是很漂亮。有时候摸起来它的手感这边比较软，就是比较嫩的。哦，如果摸起来像树枝一样碎的话，树枝一样，蒜苔一定要买炖的才会好吃啦。手可以摸一下。我可以讲件事呢，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我看它很漂亮，我就自己买了一点，我没有跟你买，你会生气吗？啊，不会啊，真的吗？他会给我，没有，他会给你我们钱的，对不对？对，好走，那我就继续走了，这样我们就安心了。OK， 谢谢。
在是卖香料的九层塔，不是玉米牛奶吗？那是玉米笋，啊，这是玉米，不一样，玉米面这边。我是习惯惯嘛，习惯了。如果说你突然发现这摊跟那摊，那摊比这边好，你还是要在这边买。对啊，等待一下，这就是一种有默契感情啊，有没有能有感情？哦，哇，感情很重要。反正他会把好的留给你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我觉得一整天的运动量都在现在用完了。小心，大家小心哦，这里面都会有好多的机车在那个崩坏。阿弟在那边，多准。要寄羊了啊！来来，我买冰。哎，你很爱吃这个哦。嘻嘻。难买。多机好啊，人拢来啊。哦。阿喜，你要转包。我来就转包要重的。我怎么？我直接就。好听。真的，好，那我讲，等一下还要观世音呢，观世音哪一个啦？我来，观世音还有不会一样，观世音还有一个瓶子啦。我跟你说，这个，好，如果吃麻辣锅的话，这个我跟你说，或是火锅，就会好吃到一个淋漓尽致。那我来来咖喱杯，咖喱照的干净，哇。我俩都吃过，我只要进，他围着一下进。哈哈哈哈哈！这阿姨给他买很久了，阿姨啊，你今天你被叫过来啊？还在啊？还在，还在哦。拜拜。那郭老板在了。你现在这个，你刚刚有没有？人家说帮你拿去车上，可是有的你就丢了就走了。但这么多摊，他们都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就带给他们车位站，因为我停好就带给他们停在哪边。哦，就不停。他上这个寄给你。哦，好，他们应该也有分内外场。我这个东西就可以寄给他，我就可以拿走。那你到底就烂一样。那你好，跟他一样。跟他立好心，赶快。我想给他拿钱。哦。这真的是郭老板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好交情啊，也让我们感受到传统市场特有的人情味。话说啊，我走在市场里啊，哦，真的厨师魂很难不爆发，有些是看到这些啊第一手新鲜的食材，料理画面啊在我脑海里一一浮现，每一样都好想吃哦。哎，哦，郭老板，买个菜跟打仗一样啊，脚程飞快啊，一不留意就会跟丢啊。郭老板，郭老板，我觉得那个市场里面感觉应该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睡不着觉来逛的人吧，走得那么慢，然后又东张西望的。哦，你好。好。那3240啊，5颗，哎，350，看得帅哥比还是帅。哈哈哈哈哈。对对。好，谢谢哈。谢谢谢谢。老板，我可以算钱吗？新年快乐！还没，还没。那个咖啡回来。没回，他就会长。哦，会长，六六六，发财发财，六六六六。对啊，会长还没回来。哦，我给你在比较重要了。哦，在比较重要。跟他买什么吗？哦，就跟他买那个这种，跟那个这种，这一种，还有这一种。他都小气了。哦，啊，这个怎么卖？25块一口。哦，我买三桶票，对不对？对，这一桶。我买四桶。谢谢，谢谢，谢谢哦。在这种大市场的好处就是一次可以买齐所有想要的。谢谢，谢谢哈，会长夫人。对，135。哎，你这样要还要买几餐？还要买？还没完呢，还早哈，还早，还早。老板娘，老板娘是想看你啊？没有啊。走吧，习惯了。应该整个市场的人都知道你要来哦。我不知道，没有啊，不知道，不知道。等待给你。哎，结束了，果然是厨师。我是徐贝贝。对，对啊，我是徐贝贝哈。你好，你好，很辛苦哦，那么早来。对啊，讲话你。好辛苦。我给你五条。好。黄色的，哎，黄色的能丢啊？好，黄色最漂亮的，很鲜艳。那多少钱？带明星来看你，真的，有有，老板娘很漂亮哈，没有，算不要加税呢，加保费，真的，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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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煮吗？煮火锅嘞，我们还有一整天呢，对，要快点呢，进步要快点，哦。
他有自己种的。哦，他自己种的东西。哎，阿姨来了呢。对来的。哦，你来好多来了。我来干嘛？我啊。好给花。我啊。我有跟老板娘、老板讲，拿起来有就好了。我们是不是耽误到他买菜的时间？他太晚了。老板你好，你好，这边都新香料啊，它里面有需要的。其实我好想买香菜，但我真的不能再买。对，我真的不能再买，对吧？放轻松了吗？现在这是最重要，帮助我最多的。不是那种，对啊，有很多我拿不到东西，他帮我处理那个阿姨，他的很好。对，阿姨，请你背一下。不要不要不用看。很多方面的沟通，小心了。因为你是干哥，你要说你不是干哥吗？啊，没有，怎么那么巧？静静哦，谢谢。哦，哎，你现在会上我的节目的呢？怎样？我最爱。还想要挂那样？哦，你好你好。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那边买的时候是忙碌的，对不对？但不能停下来。像现在停着靠着我就想睡觉。我很好奇他们都几点睡觉了？哎呀，告一段落。你能规定困？真的？嗯。有时候要接菜单的话，大概是八九点。晚上八九点睡哦。啊，十二点就要起床。啊，你哪有困着？十二点啊。啊，你几点困？四点钟点嘞。对啊，啊，中午有休啊，五高高头。中午。三四点睡一下，三四点睡一下。吃完晚餐就休息啊。但事实上。哎，你一定可以跟你吃哦。好近哦。哈哈社交的。确实。啊，你做哪组啊？我做总教我三年。我三年啊。啊，以前先不同派谁？以前是这个，前几年才有。哎呀，哎呀，哎呀。还有那个东升的。东什么？东升南瓜。啊，栗子。啊，栗子。哦，栗子。哦。东升南瓜，东升不是八大的。东升南瓜。哦，不是八大。阿姨有在配合笑话。我说香婷啊，没有跟着郭老板采买，你应该不知道采买是超级累人吧？除了要走得快之外啊，脑袋也不能没带，要记得刚刚啊买过哪一摊，而且要记得哦，每一摊大概给了多少钱，整个市场买下来至少有10到20摊左右啊。现在采买行程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先到停车场等郭老板吧。所以现在你要把它就封起来啊，待会开会不会飞走？不会啊，不会吗？都很重啊，如果飞走就算了。讲得很大气耶啊，不然？对啊，不会啦。所以现在赶快赶回去了。哎，对啊，你不用太赶，就慢慢开回去的。哎，反正就是赶在5点半前可以到摊位上面就好。哦，对啊，因为这样会比较好作业。好，哎，啊，我坐你的车哦。哎 ，OK 好。好，我们俩坐你的车。你们两个坐下去吗？可以啦，可以，没关系啦，我们挤一下，好不好？还是你跟他去我的。你想回家睡觉？不，还那么多位置，还那么多位置，领干。你都不会点，就是东西有没有都上？啊，不会，因为时间到，他们大概知道我时间就快走了。就每个人大概都知道时间点是什么。我就大概5点前要货要上车了。啊，不然我就会跑掉。你都说有一个洗面或是什么那种办在中午，就是晚上那种你会去吗？啊，不会啊，都不会。对啊，你去打扮就是。啊，对啊，不肯去啊。对啊，我们没办法去啊。只要是那种聚会都没办法。这样好像也牺牲掉很多事情。不会啊。赚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啊，要有舍才有得嘛。这一次啊，我们拜访的是郭老板的摊位，位在台北市的湖光市场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清晨5点半来到这个市场。市场里总是有一群人为了做生意已经早早起床啊。只看到郭老板啊，将刚刚批下来的货一箱一箱的搬下来，展开了店铺开张的准备工作。我跟湘婷也赶紧加入了郭爸爸、郭妈妈的排菜行列啊。就是要摆这杯上阵去的，哦，一起是不是？他是詹姆斯啊，他最红的呢。我都看也接不完，摆这里啊，边啊，集中。对呀。拜拜，加速一下。对呀。刚好一下，这里在计算。
他这么整齐。对呀，你整齐整齐了，我感觉太整齐了，太整齐了。要慢一点，太整齐。来，大白帮忙哦。大白再给你摆这边。刚刚叔叔说太整齐了，看我们来翻什么？你这要立起来，是要倒掉？那都不用打开。啊，这不用打开来，对对，是整包的，因为我旁边会摆着，另外两个头，好摆在。不知道这样卖不卖得出去哈，有点怀疑。香菇不能拆吧？哪一个？香菇不是要拆吗？摆漂亮，人家才会买呀。对呀，没错。那你要给我用吗？哎，你来的应该太整齐的啦，等一下客人给你挑，你翻来翻去已经啊。现在我知道了，阿姨的意思是说，她现在先用乱了，待会就不会心痛了，就这样啊。看屁股没有看到你，快走了。哎，要给他，哎，对对。跑出妹妹看看。这个这样放这里不会跑出来。对对，等下我会把它移出来。根据我的经验，我猜啦，这个应该也是不能压的，所以应该要放上面。来，这个放上面。你看，你觉得这个经验教会我们什么事情，知道吗？美术很重要。不是。下次去找黄昏市场。啊，詹董，詹董，这个是摆这样这样子的，并且这边还要摆一个东西，没有别的位置摆。哦，安内。他摆这个东西哦，真的他诀窍。有人说要往前，有人要往后，搞不太清楚。对啊，但是就是这样，他们有他们的习惯。我已经融入在那个这一摊里面了，现在很忙，很多事情要做。刚刚从那个从市场到这里的时候，然后一进来原本还空空的，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把一个一区一区建立起来。你就是扫了之后发现有一些很突兀的东西，不太像这个摊点就是我们摆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好比看这个黄波摆成这样，哦，臭西的，哦，这边很对，我摆，嗯，这边很对，我那个是有配色，就是你在放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还原到它本来种植的那个状态。这样会比较久，好比冰在冰箱里面，对，但没有办法。好比说你现在冰箱你要冰芹菜，你但没办法冰。但如果我指的是，如果你有可以冰的空间的话，你冰横的放跟直的放，直的放会比较久。那我觉得我刚刚摆的很多东西都全部做错了，对啦，对啦，这样对啦，谢谢阿姨，没有错，你没有错，100分哎。我妈妈实在太会鼓励人。先给别人信心啊，再提出修正方法。我跟香婷就在郭妈妈的教导之下，跌跌撞撞的把蔬菜们排列的有模有样啊。下午班的老板娘也来接手了，但排菜的工作还没结束哦。来，过来，是大概摆那个范围，我想。过来。就是摆，不用摆全部，大概摆。哇！摆那个挺够的哦。真的。他说他菜的这个种类很多，所以他要摆的比较紧一点。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哇，我觉得刚修正一下真的差很多哎。吴师哥，你记得刚刚不是那个阿姨不是说，哎，等这边吗？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这样感觉摆起来比较，客人可以来很茂盛的感觉。所以你说我刚摆的不好，对不对？就可以，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啊。哦，是吧？请问你做的还如何？至少还有五样菜要上。还有五样菜。至少还有五样菜。这里总共有几样菜？加起来至少100样以上。100样以上。对。你喜不喜8点就可以接单？接单没有啊？啊？要看赖啊。有啊，就是接单看赖嘛，有。对对对。那今天生意会好吗？礼拜天应该是还可以。当一个建筑师认真的把地基给打好之后，上面突然出现土石流。哇！你看红萝卜。哈哈哈哈哈！不要，不要，你摆太漂亮了。你这个很心碎哎，我觉得。我想。太妙嘞！土石流，这样比较快。而且我还是刚刚因为我想说你要拍照的时候，我把它拍下来之后，我突然以为从照片里面看，我是摆错了。张婷，不好意思哦。我就胖
没有，因为它上面有，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它上面有那个容易断掉，你这样拿容易断掉。我知道，我是要看你们有没有认真在看，要细心啊，不是啊，我们不是嘛，这种基本常识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还好，我们现在过去飞机相接哦。好啊，这边啊还有什么可以放？我看老爸有珍珠。很忙哎。对啊，先呼吸一下。啊，老妈子这样子。我觉得是阿姨说的是真的，有一种刚有一种忘记要呼吸的感觉。会吗？就是一直在动，妈妈先吃早餐。早上八点，算一算也忙了两个多钟头啊！回过神来看看菜摊上排着琳琅满目的蔬果啊，哎，真是有一股成就感啊！一般传统市场买东西啊，就是要亲自去挑选你所需要的物品和食材。这样呢，它的好处呢，就是可以确保买到的东西不会有误差，也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但随着科技的发达，如果有一家你信任的商店，你会愿意让他帮你外送吗？所以你现在把它点开，对，这个是赖的客人，啊，那他会列出他要什么，对，然后我们就去准备，准备好之后我们会列清单，哦，列好清单之后他 say OK， 我们才会送出去。没有说，那你会拍照给他吗？不用，我已经拍照，他已经问我今天早上麻烦你送菜，我就拍了照给他。好，我们老板，你现在怎么放大？哎，当然有了，所以每天菜不一样，这样放大，因为这张我拍的。对，你可能这样拍的比较好拍，我也有自己拍一张给你看一下。我必须要对。我排的跟他有没有不一样？就他发现他还是有稍微做一些。有，你们去吃早餐的时候，他有特别说，很有艺术天分，他就留着。很有艺术天分，很有艺术天分，弄，这样就好多了。好，那所以现在我们要背这些东西嘛，对，背完就送去给他。对，好，来。我知道你念我背，对不对？我知道。太好了，好。宜兰葱一把。宜兰三星葱一把，这边有了。好，来三星，还有再来。然后香菜一小把。香菜一小把，我来。香菜一小，还有什么？还有红喜菇两包。换你们。香菇五朵。等一下，红喜菇两包。我是那个三哥。哎，没有，米修，红喜菇你给了。哦，没有，它是白哦，这个红喜菇是这个，这个是白。香菇五朵。一二三四。红黄椒各一，红黄椒各一，好，板豆腐一盒，中文板豆腐，对，哦，你聪明，你很聪明，都是你在坑里堆的，啊，那不歪歪啦。然后黑木耳三片，那里，冬笋一只，地瓜叶一包，芥蓝菜一把，地瓜叶一包，地瓜叶应该是吧，叶菜类。上面地瓜叶一包，然后什么？芥蓝菜一把，小黄瓜两条。哦，你比我还清楚。还有嘞，豆苗一包，豆苗嘞，这边来，还有嘞。然后洋葱两颗，哎，这个人买太多了。洋葱两颗，蛤蜊半斤，蛤蜊半斤，我跟你说，我知道蛤蜊半斤还有什么，你知道最挑战还有什么什么？我知道，我跟你讲，可以帮我代买隔壁的两只带鸡腿骨吗？你过去买啊，赊账可以赊账，来，我帮你拿，你过去拿，买什么？带骨鸡腿，等一下，他要买生的，好生的。可以帮忙买这两只带骨鸡腿吗？对，我隔壁的隔壁哦。对，要不要切？这个服务很周到哎。真的，要不要切？对，你要问清楚，不然他说他没有切，我最后还要当场帮他切嘛。哎，我说老板娘，你这个外送服务也太周到了吧？除了菜摊上的菜啊，还可以顺便去其他的摊位帮忙买哦。这真的就是非常有服务精神呐、啊。也因为这样，郭老板一家才能跟左邻右舍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也拥有一票始终的客户啊。好了，我要开始我人生第一次的外送了。准备好了没？内湖啊，不小心把人家的住址讲出来了。要走路40分钟哎，快！走路40分钟哦，很快就到了。2分钟，右转。
前面在右转就到了。对，三零一巷五弄。对了，在左手边。小心车哦。到了吗？他还没有讲几楼哎。啊？他没有写几楼。11号。是啊。一样是两。没有电话。8号。11号。10号，过了这11号，这边怎么没有门牌啊？11号，好彷徨哦！我去前面看一下，他为什么不用门牌？13号的耶，啊？怎么又变10号？哎，15号，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观众，我真没想到第一次的外送我就找不到地址啊！原来外送不是只有打开网路地图寻找搜索，还要了解大街小巷门牌的设置逻辑。哎，差一点任务就要宣告失败啊！不过团结力量大。好在在一番的搜索之后，终于看到感人的门牌号码了。你好，我是苏培培。你好，你好。请问你有点？我叫外甥。对。那请问你跟我们老板熟吗？很熟啊。哦，那好好，因为他们有交代我要收多少钱，你再跟他算就好。OK， 好好好。好，并且这是我们老板疏忽了。哦，没事。他如果说忘记跟你算的话，他就应该不会算你钱了。好，没事没事没事。好，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谢谢你很眼熟哎。对，我。现在接。他当然觉得我眼熟了，谁会来外送的时候，然后弄一下这个来？来，我们招再来，1、2、3，你好，我是詹。你好，你好，谢谢。哦，今天特别的服务吗？哦，也没有啦。你想要什么服务？我们今天是拍那个郭老板的一天。哦，辛苦了。所以我们早上就跟他去的那个淮南市场，淮南市场那边，我们从早上3:30工作到现在。对，但我不能跟你多聊，因为我还要再去送别的地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姐啊，大姐啊，我送过去的，谢谢你。但是你没有跟我讲多少钱，所以我没有收到钱。哦，真的哦。对啊，那我问他说你是不是跟我老板很熟？他说熟，我说他在跟你算。哦，好，所以我这样单子给你。好，谢谢喽，谢谢你。这样子完成任务吗？对，这样子算，他都会LINE Pay给我。哎，真的LINE Pay？ 还会LINE Pay？ 哇，现在真的是很方便的哦。谢谢喽。星期天的菜摊呐，生意特别的好。我现在来准备一个小惊喜，要给下一位跟老板娘买菜的客人，会是谁呀？好，我现在要做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之前在减重的时候我很常吃的。对，你喜欢吃节瓜吗？嗯，我非常爱吃节瓜。我想用烤的。哦，我跟你说，我这个就是跟烤的差不多。嗯，对，但因为我们不想要做这个，他们这边的这家店，它有。人会直接跟他点东西，他就直接来，直接会来拿。那我会想说给他一点惊喜，因为他这次来，还有我们可能外送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多送一个类似像欧米亚给嘛伴手礼，因为他们生意会越来越好。然后盐下去，然后黑胡椒。它很简单，这也是我喜欢这个的原因。而且又很原始，没有添加什么。对。然后孜然粉。我之前在减重，我都几乎是这样的。我大概每天都会吃节瓜，还有那个白花野菜，也是我很爱的。用这样的方式煎，它变得不是炒，有点像是烙，有点烤。它就会，我觉得它这个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这个口感。看你太多口水。这个是给客人的，不是给他们的。哦，好不好吃？还很湿润呢。是啊。还记得早上在淮南市场，我买了超多的节瓜吗？因为台湾2、3月是节瓜盛产的季节，
这个时候的节瓜啊，又饱水又清甜啊，只要简单的料理就可以吃出节瓜最原始的风味啊。来，我们来看看哪位有缘人啊。Miki 小姐来了齁。对，谢谢。你知道吗？那你这样我就不能分装了。而且分装是不是？而且我还没有付钱。我们在这边分装好不好？所以你平常买的时候你都会分装？对，老板会帮我装进去。哦，老板还帮我装进去，那就我来好了。谢谢。你这样拿得完吗？你一个人呢？我们要那个比较重的要先放下面，不然你会压翻。那我分两袋。洋葱先放下好了。你是几个人要吃饭？四个人、喔、这是你们一天的用量吗？没有啊，大概五天吧。哦，一次买齐一个礼拜。对，因为我们要带便当。哦，你有对吗？没关系，我很信任老板，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在。你每个礼拜都在买一次。然后 Miki 你吃辣吗？我可以吃一点点辣。我太好，这个是我们要送你的礼物。对，这我刚刚煎的，你就带回去吧。这个也我喜欢，太好太好。对，这我刚刚调味的，那你回去可以试试看。OK OK。好，它就直接用橄榄油煎，然后我放了一些，比如像孜然粉啊、黑胡椒、白胡椒、盐巴，一点点的辣椒粉。OK。谢谢啊，谢谢你的光临哈。下次如果有机会再继续光临，对对，付钱 OK。舒服配，舒服配，对啊。那你再跟我们老板娘算，好，好不好？我来配给他。好，你我来配是好，那麻烦你哈，谢谢谢谢。湘婷继续要帮忙包菜，因为老板娘怕客人蔬菜买回去不会立刻煮，这样把蔬菜用纸包起来啊，可以延缓啊蔬菜脱水的时间。而我要开始准备郭老板一家今天的第一餐，用到蒜头、红葱头、丝瓜，还有隔壁摊的油鸡腿。今天这道菜啊，首先要煸出红葱头油，这样才会香哦。因为他们在早上，我们今天早上三点半跟他们碰面嘛，他们其实是没有时间吃东西，那我们还去吃早餐，对，所以我在想说，我在这边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让他们可以对充充饥啊，对，垫垫胃，对对对。哦，其实是很快的把这些东西处理好。嗯。然后这边是那个红葱头油，这样比较香。没有写就是拿一条啊。感觉很好吃。没有写的是拿去拿一条就可以的。再来把鸡肉放进来。这个一般哦，有点像那个割稻饭。挂地瓜粉，收到饭哦！你说他们去田里面的时候，对，他这样会比较吃的时候会比较有精神，因为对他们忙的时候没什么食欲，他的香气要做得很足，对，因为他不香，他就没有食欲，要让他开胃，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葱油油葱酥先剥下来，让它先煮一下，让它有香气。哦，你要煮馍呀？挂地瓜粉，割稻饭，没有稻稀饭，但是它就是有颗粒性，它就是一般以前人在种田的时候，然后最后拿去给，就是它在田里面你就有拿去给它，必须要有香气，对，然后有点水分，不要说去面太干，因为吃不下，然后煮了稍微有点米粒稍微软一点点就可以，哦，所以稍微再煮一下，好，就如果加那个香菜下去哦，对啊，有葱啦。香菜也好，你要香菜要去拿香菜啊。这是哎，自己有甜，而且不用摘呢，对不对？随便拿。割稻饭也叫做本汤啊，是古时候农忙工作结束的餐点。以前农业社会啊，食材都会分享，然后煮出一大锅的本汤啊，这也就是台湾人情味的一种展现啊。加了红葱酥，再淋上一点香油，挂地瓜崩，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哎呀，这是不是我的家？啊，谢谢，我刚刚老公做的熊，我今天掉了。挂地瓜崩，明天你早泡澡吼，你无你无食个家。有，我三点半就吃饭。你有吃？你今晚无？你好，今晚无吃？今晚拢小小恁囡食，很小只，谢谢。阿公吧，有啦。我给你传别的家，好，我给你看那家，哦。他们都还太忙了。对。然后郭大哥来。哇塞，哎，怎么还有？谢谢大哥。哦，原来你早上都不吃东西。
怎么样？有点烫哈，好吃哦！你们是对啊，出来的，这好好吃哦！林野菜啊，是哦，然后去隔壁买了鸡肉啊，啊，哪来的米？你看，我们自己去买白饭，是啊，好好吃哦！对啊，最主要是你们都没吃饭，对，对啊，我们知道说每次啊，你就只喝咖啡，对啊，很热心，我也泡咖啡泡茶不吃饭呢，是啊，他都准备东西给别人呢，对啊，身体最重要了，太好吃了吧？我们今天就是用你们菜单上面的菜，好好吃，对啊，反正就是要暖你们的胃的。对的，对，好厉害哦！谢谢，没有，最主要是辛苦嘛。哎，忘我，不是，乱的套。感觉是真的。我原本以为是暖心的一道食物，怎么突然间变搞笑食物？是不是？谢谢啊，谢谢。忙碌的一天，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天，可对他们来说是每一天，他们的日常生活，就礼拜一，然后他都不吃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来这边，然后煮点算早餐啊，让他们吃一吃。你看，我们从开始我在煮东西，然后没有停了一天嘛，对啊，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很难得可以有这个机会体验，跟我们生活距离，我觉得差好远好远。然后这个真的是最微薄的心意耶。对啊，没错啊，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子的特别计划，我们没有机会去这么早去淮南市场，我们也不会知道。你看那个郭老板，他光是要买菜，他的走路的速度多快，我们根本讲不到几句话就人就不见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速度跑了一个钟头，回来之后也没有停过，一直在摆东西。摆完之后，我们只不过吃就吃了个烧饼回来，他们就买东西。对，然后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真的要休息，然后还要收摊。对啊，那人家就比较担心，就他们如果不收摊，他们不休息。我刚煮的锅煮就拿不回来了。肚子饿了吗？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持续锁定詹姆斯的速度料理。吼吼，加班喽！